外汇交易对许多人来说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机会，有可能产生丰厚的回报。但是，通过外汇交易取得持续成功可能非常具有挑战性。对于大多数交易者来说，最大的障碍之一是了解如何驾驭外汇市场。如果您是一般交易新手，这可能尤其具有挑战性。如果没有特定的方法和心态，您成功的机会将仍然不确定。那么，让您的外汇交易从一系列失败提升到持续成功的关键因素是什么？简而言之，就是自律。外汇自律交易意味着始终遵循预定策略，不允许冲动或情绪影响您的决定。它是情绪克制、风险管理和耐心的完美结合。但为什么纪律常常被忽视？您可能想知道纪律是否有如此大的影响力。确实如此，许多交易者未能遵守任何一条，这反映在他们的结果中。理解和实施纪律交易需要努力和时间，与赚快钱的诱惑相比，这种努力似乎是一种负担。因此，许多潜在的交易者经常陷入追逐利润的陷阱，而没有真正考虑自己在做什么。因此，他们屈服于市场陷阱和情绪影响，最终导致投资回报为负。因此，制定可靠的交易计划对于成为一名有自律的外汇交易者至关重要。以下是建立外汇交易纪律的步骤。第一步，设定明确的交易目标。首先确定您想要通过外汇交易实现的目标，它可能是为了补充您的收入或成为一名全职交易员。您的目标将决定您使用的方法和策略。第二步，建立您的风险承受能力。不是每个人都能承受相同水平的风险。评估您的个人风险承受能力，并决定您愿意在每笔交易中承担多少风险。专家通常建议单笔交易的风险不要超过交易账户余额的 1%-2%。第三步，定义您的交易策略。选择适合您的风险承受能力、风格和目标的交易策略。您可以制定自己的策略或采用现有策略。只需确保根据历史数据进行回溯测试，以便在实施之前您可以对它有更高的信心。您的交易策略的一个重要方面是知道何时进入和退出交易。例如，突破交易者可能会在价格突破阻力位时进入交易，并在达到一定数量点后退出交易，无论盈利还是亏损。您需要清楚这一点，并根据概率做出决定结果。第四步，实施风险管理计划。您的交易计划还应该包含风险管理策略，这应该包括您准备在任何交易中承担多少风险，并计算与设置止损和止损相关的适当手术利润水平。第五步，审查和完善。交易计划从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，随着市场状况的变化以及您获得更多关于市场的经验和知识，您应该定期重新审视和完善您的交易计划。第六步，培养情绪控制能力并始终如一地执行。自律交易者应抵制因恐惧或贪婪而引发的冲动行为。情绪可能导致过度交易、冲动入场或鲁莽的风险管理。自律交易者需要专注依靠事实和数据，而不是情绪。让我们总结一下。步骤一，设定明确的交易目标。步骤二，建立您的风险承受能力。步骤三，定义您的交易策略。步骤四，实施风险管理计划。步骤五，审查和完善。步骤六，培养情绪一致的控制和执行。即使掌握了这些知识，请记住，没有任何防失败策略可以确保外汇交易的成功。即使是最经验丰富的交易者也会遭受损失。然而，通过遵守纪律和制定计划，您可以增加成功的可能性。这完全取决于您的计划有多好。俗话说，计划您的交易，并根据您的计划进行交易。外汇交易不仅仅是买卖，这是一段以自我发现、任性和纪律为标志的旅程。今天开始您的外汇交易之旅。前往 tomarkets.com 了解更多信息并注册您的账户。